两节角铁如何趴着切割90度角，这种方法还是头一次见呢。这是 3.8 厘米的角铁，在纸上画出角铁的宽度，对基线再画一条，再画个直角，用角铁趴着画线。对角连线，剪掉这边，将纸对折，将纸反过来画线，沿线切割下来即可。学会的朋友点个关注，谢谢。